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与基隆市的街友阿美一同唱起台湾民谣四季谣，开启今天与街友同乐的圣诞节活动。12月20号星期一一早，由印度德勒萨修女所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与志工10余人来到基隆港附近的里民活动中心，开始布置活动会场。钟总主教也提早赶来了解活动情形。新北市汐止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修女结合汐止天主堂等志工，每个星期一会为基隆的街友准备中午的便当。今天是圣诞节的前夕，他们不仅准备丰盛的食物，更为街友表演短剧。你们为最小弟兄所做的，就是为我做。他看见了一位天使显现给他。国际修会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修女也唱起非洲肯雅雷修女家乡的玛利亚的歌曲。我们的修女哦，一早上她在做梦想的时候，他们也想到有一些人哦，也是要找住的地方没有找到，人家不接受他们，或者是他们自己不满意啊，所以有时候住的地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啊。修女们他们很有爱心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哦，也都很有爱心，所以呢，他们就会啊，一个星期他们就有机会到基隆这个地方来看一看朋友们啊，因为他们在街上走，然后看到朋友们啊，他们以友善的心啊，然后来跟大家交往啊。早上我嘛是怎样哈，我有很感动的事情，因为哈早上星期一早上拿到的那个餐盒哈，那个是特别制作的，那个有妈妈的味道的呢。我们的主厨是哪一位呢？哪一位是来给我们看一看，来，刘妈妈来。你星期一早上吃的，星期一早上嘛，你们吃的餐盒拢是刘妈妈一煮的呢。啊，然后哦，为了准备好多的餐盒呢，他有好多的义工，义工都出来，来，义工，因为今天我要把答案揭晓出来了哈，义工都过来了，所以呢，他们就去。是修女院嘛，是不是哈？在修女院的那个厨房里面，他们就做。那之前呢，要买菜啊，买菜呢也有的好多帮忙啊。你知道哈，好可爱哦。以前出去要买菜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是要修女院要的要用的哈。然后呢，也要准备那个餐盒哈。所以，你去买菜的时候，那地方两个一斤200块，因的自动100块的后哈，就自动减价那样，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感觉到是很感动的哈啊。然后他们当中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天主教教友，但是社会上善良的百姓，一种管理智慧的智慧代际，就加入了这个行列了哈。所以我们大家给他们拍手鼓掌哈，鼓掌。所以在抓耶稣面头前讲，哎，这个中医人有无？伊这工带迄10个人做伙去，叫我们抓到的啦。啊，若不就发出来，带气泡气到死哇！哎呀，啊不，耶稣，你看这边啊？伊的法律是安尼，耶稣未使讲免签呐。违法。耶稣在讲啥？你知影？我讲你听好咯。耶稣讲哦，恁啥物人若无犯罪，你就摕石头打击。你若无犯罪，你就摕石头打击，无要紧。一堆人摕石头，本来要摕你的祖囡来哇，到尾安那，到尾石头拢弹落，因为清朝啥物人无犯罪，啥物人无犯罪，咱拢犯罪，但是咱拢手比别人，敢是安尼？所以耶稣讲我讲，我讲你得较好心诶，你想看卖你若犯罪时，你需要啥需要啥物人原谅你安尼有无？啊，到尾你对人是安尼，你爱啥物人拍好死，石头要摕落死。啊，那你咧？所以讲，耶稣所有物件做诶，拢总伊咧做啥？伊咧做叫做叫你爱别人，像爱你家己共款。
啊，你爱天主，因为爱天主，你才有法度做这個。你若无爱天主，你无在调原谅别人七十个七遍。你若无爱天主，你无法度爱你的厝里的人。你若无爱天主，你无法度原谅你囝。你若无爱天主，你无法度去用原谅。所以耶稣讲，你爱爱天主，你就有法度去做这代志啊。啊，你爱爱别人，再来，伊只是为着爱你家己。你有能力爱你家己，唔好去伤害家己。所以是安尼，遐侪人对伊，就是安尼原因嘛。所以咱伫圣诞节时，有一个最重要物件是啥？圣诞节来，耶稣来有无？伊其实是一个最大礼物。伊要同你讲，你会使过足好生活，你会使原谅你家己，咪使原谅你的家里。你嘛说，你嘛，你的家里，你的家里应该原谅你。咱无人应该过得较艰苦，但是咱所有人拢爱哪，拢爱有在条爱，阿嘛有在条红爱。咱若有在条接受人，咱若无法度接受人，咱嘛袂向我接受。我当我这个所在呢，我感觉有一个物件吼，所以圣诞节、圣诞夜24号圣诞夜，哇，叫做平安夜嘛，对吧？我稍等下要带你做一件工课，你头前有几蜡烛无？有无？我请义工姐姐、义工哥哥们帮我把蜡烛我们点下去。蜡烛就放在桌上就可以了，先不用去动它。多少次相言，多少天真，今宵便是岸边。所以你有什么要求耶稣的？有没有？你想跟耶稣拜托他解决什么事？你想要解决跟哪一个亲人的关系？你想要解决你身体的什么问题？你想要解决什么困难？不用写很复杂，但是你写了你自己知道。把它待会呢写完之后呢，我会引导大家，我们到耶稣面前，然后呢举躬之后呢，把在耶稣面前，你告诉耶稣之后呢，把它挂在旁边的圣诞树上面，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各位接下来就带着你的十字架，今年一定是喝当，今年一定是喝当。好，先做一个鞠躬，好，挂上去。好，来，平安夜，圣山夜，天主特别降福你，为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天主特别降福你，为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去搞你哦，做圣号呗。好。这声音，天主特别降福你。多少次相恋，多天主特别降福你。拿着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特别降福你，因父及子及天主特别降福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看有了吗？好，天主特别降福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特别降福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为小耶稣鼓励鼓励，谢谢耶稣。